欢迎继续收看甲辰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内坛于昨日进行隆重的五大士宴口，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相当于五坛宴口的功德，成佛慈悲威德力，让所有召请前来法会的六道群灵众生，在圆满送圣之前得到最丰盛的供养。瑜伽宴口破地狱开宴口，是帮助恶鬼道众生得解脱离苦得乐的佛事，源于面燃鬼王阿难尊者的因缘。佛陀慈悲开示救度之法，只要依法持诵真言，就能使召请来的恶鬼仰仗佛的神通力而得到保足，并为其受戒，令得脱离恶鬼道，不再受苦。这就是瑜伽宴口的慈悲愿力。宴口法仪在恭请观世音菩萨及地藏王菩萨光降后开始，参与的十方善信及贤士同修诚心跟随恭送佛号，在召请三界万灵进入坛城，由金刚上师透过三义密法化石观想，向法界一切有缘普施供养。今日3月26日是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圣诞日，维新贤士弟子同修大众齐聚维新圣殿及殿前广场，在柳荫引导下，弟子代表恭请宗主本源禅师来到维新圣殿，带领和会贤士同修焚香礼拜，恭祝王禅老祖维古仙师师尊圣寿无疆圣圣寿。我佛祖皮加持受福，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弟子、法师、讲师上顶，以及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顶大会上，甲各位基金会啊董事同修，阿弥陀佛。时间啊过得真紧，甲新年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的大法会，在3月19，咱
而且明廷大师，顿下就佛教界古今界的八十多位来到仙罗寺，下来为大众消灾化劫。到今日来，已经三月二六日的主持啊，啊，正是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日。咱所谓为心献事，动手地主，拢以虔诚的心、感恩的心。来感恩到王禅老祖，啊，伊的大爱，伊的慈悲，予咱为心信教，甲台湾带来平安。尤其两岸的和平，在王禅老祖师尊四十多年来，他老祖的天威来将两岸的战争化为和谐，两岸一家亲，所以咱真正感恩天皇今日王禅老祖的圣诞日，天人共赞，下人来祈祷到仰天护法保重生，化解艰苦色战争，也愿人心受疼爱，当期世界永和平啊！这是咱为心性教动手共同的心，就是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啊！所以在水陆法会已经办二十年啊，佛教界高僧戒德无起嫌难。啊，放下因的心端，来到这，大家做伙，这是咱爱感恩的所在。所以啊，老祖师尊的恩太宽了，不是干小小的。来求王禅老祖发财平安，唔是安尼。老祖伊个大爱是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越大的法会，考道会越多，大家越要忍耐。修忍入恨，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大法会的过程，天人法界，法会上医护灵都会借着人的身体，他的定性不够啊，就会各种的动作出头拢来，你再合掌阿弥陀佛就好了，不要把事情扩大，扩大没有办法解决，只有一字阿弥陀佛，事情就能解决了。这是修忍入恨，阿条佛。哎，我们也很感谢
七坛一所的啊执行重修文，大家都很辛苦，每一坛都很辛苦，这是一般宗教界做不到的，我们都承揽下来。我们的精神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定太平啊！所以新的年度，我们也向王禅老祖师尊发愿，我们要更努力地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学好、修好，普利天下苍生，这是我们的未来的方向。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快乐，祝福各位同修们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在祝寿结束后，凌晨时分，众戒德法师慈悲升坛斋天法仪，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率贤士同修弟子们，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玉皇大天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请听那受维新贤士弟子的大悲愿，宗主带领全体维新弟子们向天宫祈愿。用天火法带出在比加时，阿兰王禅多做主比束缚加时。啊，今日加时年三月二六，为心信教，全体弟子合会大众，向花请。向花迎，所有维新弟子虔诚祈求天公伯啊，天公来赐福予大家平安，大家维新弟子事业拢顺遂，会赚钱，家庭会圆满，事业会圆满。第二呢？维新圣教大礼堂啊，已经是后日尾的正式动土啊，所开的经费啊，代表人民代表12亿8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甲杨荣义董事啊，拢真正用心扶持，委员在900天的工期会当如意完成，啊，将在2026年要来开一场世界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大法会在台湾，委员这个工期会当顺利，会当啊圆满。再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维新圣教学院在新的年度开始，希望广度有缘。将王禅老祖的妙法易经风水宗教，会当普利人天，
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咱叫委员，世界和平在台湾来发生起，啊，再来呢，咱来祈求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一旦和平。啊，这次王禅老祖道家书房，诶，天下太平，会当万万啊，这是咱大家所希望的。啊，有缘天公两天护法，诸佛菩萨圣贤众等，万我为心中，为心信教，啊，各国弟子现世同修。拢会平安，会赚钱，会幸福，够光明。阿弥陀佛。祈愿天公赐福，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两岸和平，世界和平，无战争。祈求赐福所有维新弟子，台湾人民都平安。戒德僧众带领斋主大众等恭诵《金光明经》，以一片光明的诚心供养天公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同修们将己身虔诚的祝愿，随着袅袅香烟和梵拜音声上达天听，唯愿天公慈悯赐福，平安顺遂，所祈所愿皆得圆满，也祈愿天公赐福台湾风调雨顺，两岸和平一家亲，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宗主开示维新弟子们。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甲辰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我们维新弟子和会众等啊，全新的礼拜礼敬啊，佛教界大佬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所有法师，阿弥陀佛。啊，今天的法会啊，已经是最后一天。8点我们要普佛啊，那下午1点我们要送驾送圣，送各位的祖先能够灵归净土，不要再沉沦世间。啊，奉送各位的身上衣物灵，啊，不要一直在身上，啊，不安，啊，奉送身上衣物灵，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不再沉沦世间受苦，奉送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八度奉送。也奉送各位堂上祖先所供受的三界万灵莲位诸灵，能够随王禅老祖的天威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不再沉沦世间。奉送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
王室亲民宴陵，接着仰仗诸佛，黄山老祖、龙天护法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上是我们各位大家共同的本愿，也是我的本愿，也是老祖的本愿。各位同修，今年的水陆法会七坛一首啊，各位法师分工合作，把法会办圆满啊。明年我们要不要再办？哎，要不然我们就请明定大和尚，他虽然跟我说他80岁了，退休了，但是啊，我们站在我跟他兄弟情560年，现在才27年而已，还要多少，要几年？要33年哦。各位同学，你记得一定要画大线，说不然的60年要最好搞。年纪少年呢，那么爱有我的心，要来扶持这个水陆大法会，过33年。那水陆法会的重点，就是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是咱的本愿。今天啊，天公、诸佛菩萨降在咱的面前，啊，咱那个我代替各位同修，加发愿啊，请天公伯啊，祝咱维新大礼堂建设一切平安圆满啊！所以后天我们是动土典礼，9点开始，欢迎各位同修啊，大家一起后天移驾到维新圣教啊八卦圣城动土大礼堂。9点开始动土，啊，希望各位同修，也欢迎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鼓励师父，加油加油，打拼！请你来多拍手，我就中了啦！人拢是爱人鼓励啦，啊，我嘛鼓励你大家学有所成，啊，鼓励你大家啊家庭平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哈，啊，我们感谢今年的。啊，总执行长、副总执行长的用心规划，大家都很合作，所以我在这里向各位致谢，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讲师、诵经师，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七天的大法会，在甲辰年的当下，3月26日，今天正是王禅老子的圣诞日。我们全体所有唯心贤士同修，都很欢欣鼓舞。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天下太平，大愿皆能圆满。在世11年来，本唯心正教啊的经义妙法，在唯心圣教学院幻贝学院严嵩院长的领导之下，带各位幻贝法师大家共同来圆满，都很圆满。41年来，每当天下有灾难，老祖就大慈大悲，啊，要圆嵩院长带领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一起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啊，依照经义经宝，我们都一一的依照王禅老祖的开示实现了。所以天下40多年来是历史上最平静的一段时期。今天新弘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我们除了以香花果串来供养祝寿以外，啊，尤其我们遵照老祖的开示，啊，会起唯心贤士同修大家恭送诸经880万部，在今年圆满，啊，以此经宝的功德来向王禅老祖祝寿，唯愿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能受纳我唯心贤士共同的祈求，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接着下去，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再来恭送诸经下去。啊，尤其本教的经宝，虽然很新，但是他的功德力是庄严的。在台湾每当哪里有不平安，我们都在2个月、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诵经，还做消灾化解、解怨释结，这个是非常圆满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两个还是有限，三个还是有限，要集合唯心圣教的所有的学员，大家一起来合作，公众诸经来圆满。正道的结果是圆满的，所以我们这40年来的平安，我们都有感觉到，啊，希望呢，全民都能理解啊我们的用心，希望理解大家的苦心，
啊，今天已经法会圆满了，又是新弘王禅老祖的圣诞吉日，啊，我们也感恩幻变学院的诵经师，啊，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早上11点就圆满了，啊，我们也祈愿王禅老祖大慈大悲龙天护法，满我为今贤士同修的心愿，两岸和平，两岸一家亲，天下永和平，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阿弥陀佛。天主同修，各位法师，大家平安，大家好。谢谢您，一直把头扎得来，带着祝福的心，来营造上天上的性格。多做呢，啊，开始要求各位天上圣格，啊，是今年来只演奏，啊，本来想讲要爱无红啊，但是牛牛的关都无够。所以大神人也无来，就只有用圣工来向王禅老祖祝寿，啊，祈求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赐予我大家身体健康，啊，会当各种美妙的天格。来也搬出来，直接感恩到各位的帮忙，也搁啊感恩到黄龙华地主，伊安尼真热心，啊来安排各位的工人上基山巡逻时，我无啥物好交代，只有真清气的空气。来招待各位，恭贺各位，祝福各位平安，祝福身体健康，阿弥陀佛。林口乐陵园北管乐团也以圣乐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锣鼓喧天，烈石流云，演奏出祝寿的喜悦。
上午在维新圣殿内举行庄严的御圣仪式，恭请宗主浑元禅师主持，并为大众开示御圣的功德。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甲辰年3月26日的辰时，正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王禅老祖的圣诞日。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为感恩老祖的慈悲，由北部地区的弟子黄龙华邀请了40多位北管八音来向王禅老祖祝寿。天上的法宴非常的庄严啊，我们也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880万部的功德来向王禅老祖祝寿，祈愿诸天护法神将能够加持台湾平安，世界和平。那么现在已经8点多了，我们要开始御圣啊。御圣的意义就洗净我们的前生业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把业报洗干净，未来我们的路就会比较平顺。祝愿各位同修一面做一面音乐演奏做我一面益圣，祝大家平安幸福光明，阿弥陀佛。御圣是以清净的水为至圣王禅老祖鬼谷先师沐浴，外沐圣身，内净自心，一边御圣一边念诵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祈愿文：愿我报身无业永长生，愿我报身无染百业尘，愿我法身无碍照三千，愿我法身无智立人天，愿我圣身无相真妙有，愿我圣身无空妙智圣。当我们在御圣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或父母亲友与眼前的佛身合而为一，当净水浇灌而下时，也洗去内心的贪嗔痴以及累世业报与身体的病苦，从此身心清净，人生路上好修行，常养慈悲与智慧。在维新圣殿进行御圣的同时，内坛也开始进行圆满供以及圆满香的佛事，将供品上呈至诸佛菩萨圣众面前，由香灯法师依序洒净，以清净的香斋妙供供养诸佛菩萨圣众。诸佛慈悲放光加持所有供品，回施众生甘露法食，由法师观想普施六道一切众生，使其离苦得乐，业障清净，趋入佛道，精进不懈，永不退转。圆满供结束后，再以圆满香普皆回向，愿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佛事的功德也在此时做最后的回向。
此时外坛进行的是延生普佛与往生普佛的佛事，祝愿生者福寿康宁，远离灾厄，超度亡者往生净土，成就佛果。当外坛佛事圆满，净土坛之莲位、延寿坛的长生禄位也开始请下来，准备送圣时一并奉化。中午内坛开始进行送判宣书的仪式，奉请天府功德司判官、中介功德司判官、地府功德司判官、上堂表前茂司判官、下堂表前茂司判官，五张判书送往各界，宣说水陆法会功德圆满。送判之后，紧接着奉送诸天圣神佛菩萨回归本位，六道众生往生净土，完成最后的送圣仪式。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与水陆法会总监坛上明下定大和尚、诸位法师、出家僧众与宗门法讲师、贤士同修等，由千佛大禅堂出发。水陆大斋法会法仪皆已圆满，宗主混元禅师与所有戒德僧众及宗门贤士同修们回到千佛大禅堂，宗主向所有水陆法会上内外坛佛事的金刚上师、高僧戒德表达诚挚的感恩礼谢，并开示同修弟子们：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
请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首先，我们用鼓掌的热情来向法师致谢。感恩这七天来上明下净大和尚老师傅啦，帮我指导看守这个每一坛的坛程，我很感谢，请大家鼓掌拍手。好啊，法会很辛苦，明人还要再办吗？要哈、我与明定大师老和尚相约到六十坛，还有33坛，各位心里要有准备啊！若是我能吃到60坛，我会跟你们拍拼，直到两岸和平，世界和平，是我们的本愿。自从3月19升坛以来，各坛都很辛苦，很用心。只是今年的流程都是和去年全部换了，每个人都要了解七坛一所的真实意，这样呢，我们就是修行的上圣功夫啊啦！你们有没有体会到的？今年的各坛的坛程任务和天命，有没有体悟到？这即是老祖开示给我们的《易经》风水宗教。我们这七天来都是浸底宗教的法位里面，大家都很辛苦啊，斋堂啊，各坛的都很辛苦，我向你们致感恩，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法会是为台湾、为世界的和平任劳任怨办这么隆重的法会不简单，有空间，有地点，还要有人力，还要有物力我们都具足了，所以明定大和尚看到我们这么多热诚的同修所以接受我的要求我们今天已经办了27坛，还有33坛，各位同修爱给你
认真呼吸下去。我们还有33坛呢，啊，刚才在休息室，我跟明殿大和尚说，奇怪，我今年的啊这一坛呢、啊，比去以往多了3倍的力啊功夫和力量，比往期过坛增加3倍的用心用力啊！明天大和尚他说我们都是老了啦，没有错。明天大和尚八十岁，我82岁，我们继续要赛跑下去。啊，我们给明天大和尚鼓掌。啊，各位维新神社同修，大家辛苦了。今天的大家辛苦，后天还有一件更重要了，就维新大礼堂要正式动土，我们花包了12.8亿。你们这么多年缴的学费，我都把它存起来，才有办法来盖大家的尊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礼堂。所以我为什么选在后天，因为后天是师母的生日，后天的日子过之后哎，适合动土，所以我就没有征求师母的同意。以他的天威的德行，借我来使用，所以后天。我们要动土，上午9点正式动土，欢迎各位同修啊，一定要来参与。要参与的向校长登记，因为我要准备午餐给各位。大家这么辛苦，摇摇摆摆走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有一块地28甲，啊，可以盖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维新大礼堂，这是老祖所赐，天公所赐，诸佛菩萨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再感恩啊！这个维新大礼堂预计3年盖起来，盖好之后，我们将会举办国际宗教领袖会议在台湾，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尊严。啊，所以代表台湾的尊严，更是维新圣教的尊严。所以我们就借师母的生日那一天来动土，好不好？现在我们请师母来讲话。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晚安。来到这个时候，
老祖生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微妙的变化。第一高兴，第二紧张。因为我的生日跟老祖只有差两天，虽然只是着了一个边，可是还是有点确信，然后有点已有容焉。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信众还有同修都上来跟老祖祝寿，还有超度亲人往生极乐净土，都很辛苦，然后也很诚心，尤其是义工同修们非常的辛苦，顶着太阳这种气候多变的时候，也是做得非常的圆满，非常感谢他们，也感谢诸位这么认真诚心的来把这个老祖的生日做得这么圆满。好，谢谢各位。然后也要祝福各位法会回家以后能够身体更健康，精神更愉快，一切都如意，谢谢。第27坛水陆法会法仪至此顺利圆满，感谢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参与水陆法会，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吉祥。